啱啱走嘅金裝力，咁啱啱講過啦，就冇乜馬走，希望佢可以賺到個步速，同埋咧睇一睇個數據就係、是、今日咧頭三場五檔係贏曬嘅。好，咁我自己就揀咗係田泰安。九號馬嘅金裝令嘅，最後百零米啦，埋邊金裝令已經打咗出嚟啊！中間有電訊飛車接近終點，金裝令贏啊！結果今場賽事，正住佢冠軍誕生，九位秒都贏咗，贏翻場。我哋咪可以解一個罰抄啊？係啊！我哋我好好地抄足佢啊！好快就寫完，已經寫完十次啦。咩啊？在我心底的三甲，要將三甲馬名抄寫十次，咁所以我就將三甲馬名咧就抄寫咗十次。